晚安，我是建良。今天各地区啊都有看到阳光露脸，天气相当好，不知道你们趁着好天气赶快出去走一走。今天各地区白天的高温几乎都来到20度以上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像北部地区新竹、台北、宜兰地区大概来到20到22度左右，那整个中部、南部地区啊更是来到23到24度哦。而未来几天，随着这个冷气团减弱，温度还会一天比一天高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地面天气图，我们看到这一波明天开始，这个冷气团啊就逐渐往东面移动出去。那没有冷气团的影响，台湾的温度当然就逐渐的回升了。那预计礼拜一、礼拜二这个天气啊，会比今天还要再更好一些，白天的高温也会再多个2到3度左右。那好天气大概维持到礼拜二的白天，礼拜二的晚上开始，下一波封面啊，也就是这波封面系统，逐渐就会接近台湾，到时候整个北部东半部就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，温度可能也会再下降了。我们就来看一下未来一周天气的状况。我们看到天气的部分，大概礼拜二白天之前都还是晴到多云，但晚上开始，刚刚提到的封面就逐渐接近台湾了，整个北部、中部以北地区，还有东半部，可能就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。那持续到礼拜四开始，这个雨量呢才会变得比较少一些。至于温度部分呢，也是在礼拜二之前，各地区的白天高温都还蛮舒适的，但到礼拜三开始呢，冷气团影响台湾，这温度一下就往下掉了。那特别提醒大家，就是北部地区，礼拜二跟礼拜三呢，白天高温啊差了10度左右，所以提醒这个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，这个温差真的相当大。那其他地区温差大概也来到6到8度左右，其实也不小，所以提醒你礼拜三是一个明显的降温点，提醒你要特别注意了。所以礼拜一、礼拜二两天这个天气相当好，如果要这个打扫房屋、要洗衣服的，要赶快把握机会了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到各地区详细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温度是13到16度，降雨几率0%；中部地区温度是14到17度，降雨几率是0%；南部地区温度是16到28度，降雨几率是0%；东部地区温度是14到23度，降雨几率0%到30%；外岛地区温度是11到26度，降雨几率0%到30%。好，最后帮你统整一下下礼拜的天气。礼拜一到礼拜二呢，几乎都是多云到晴。礼拜三开始呢，这个转为比较湿冷天气形态。那这个天气可能要等到礼拜五开始，这个雨才会变得比较小一些，那温度也会逐渐回升了。以上今天气象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。